只顾梦境落了月光，等把魂尸体比花海棠。如风吹散每晚吹不散之光，再一步变成全白首无恙。谁道世事无常，你人在身旁，那就是孤影已走出过往。用十指捧起风霜，换作杯酒香，红尘故人未敢相忘。谁道人间沧桑，你不曾离场，而昨日悲欢依旧别曾忘。用十指捧起流光，未见此情长，万般如梦等我。周妖师大人，请你杀了我吧。姑娘，我只杀妖不伤人，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找这家伙，给你一杯酒，不就什么事情都没了？看见漂亮姑娘都开始说人话了，找死。好，既然府宇大人请客，那咱们喝贵的。哎，不对，你若不是妖，是怎么进来我这酒馆的？喂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身上没有妖气，怎么会有妖的恢复力？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确实不是普通人。现在你可以杀了我吗？你若真是妖，你看见他早就吓得逃跑了，怎么会主动来寻死？姑娘若有隐情不妨说出来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杯最烈的酒。心情不好，不过烈酒可不是给漂亮姑娘喝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心这个人，这个人坏得很，他调的酒会让你分不清楚现在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。你要是再来一杯烈的可不得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见到漂亮姑娘之后废话变多了。要是真能逃避现实那就好了。老板，随你怎么调，给我一杯能忘掉现实的酒吧。冒昧的问个问题，你是因何而旅？是男朋友还是职场关系？因为我儿子。儿子？你这么年轻有儿子？看起来不像吗？我是个全职太太，年纪轻轻就嫁人生子。我儿子现在五岁了，他是我生活的全部。他生病了，请用，这是专门为你调制的，叫永生忘忧。谢谢。这颜色看着让人心里很平静。之前那杯你说苦，这杯呢？林秀，你确定那姑娘真是走这条路？你确定你还是天下最强的捉妖师？她身上没有妖气，我感觉不到，靠你了。哎，妖怪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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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子远点，妖怪，走回家。看来村子里的人对他是又厌又怕。看着村里人的态度，和这姑娘一样古怪。不过，对付没有妖气的妖怪，你没有我在行。不如这次听我的。你又想我干嘛？来，我这里有颗药，你把它吃下去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小七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是个妖怪，你不要去沾他。爹爹，你们为什么都要说他是妖怪？还顶嘴？你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还记得你娘是怎么走的吗？啊，你都忘了？你别哭了。不哭啊，吃糖，可甜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，这是糖，我儿子可喜欢吃了。你们是？啊，光顾着说我儿子了。大哥，我带儿子来走亲戚，路过你们村，眼看天色晚了，想着找人家借宿一宿。这不，刚才听到你说有妖怪，那就更得借宿了。荒郊野岭，怪让人害怕的，是吧，儿子？行吧，跟我来吧，往这边走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快走。大哥，这是我带的酒，这次给您添麻烦了，敬您。小事儿，家里也没有别的人，有空房间，不麻烦。刚才就想问你了，怎么不见嫂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妖怪。你一个过客，我说说无妨。说起来，那个妖怪就是我娘。我娘在30多年前得了肺痨，花光了家底都没能治好，大夫说救不了。娘，您要吃药，您把药吃了肯定会好的。娘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长大，娶妻生子。娘净说傻话，吃了药肯定会好的，娘会长命百岁。好，娘吃药。就在那天夜里，我娘失踪了。失踪？那天我起夜，我想看一眼娘，药效这么快就过了，发现床上空无一人。那个时候的她，连起床都费劲。他能去哪儿呢？于是我叫醒了我爹，我爹叫醒了半个村子的人，村里村外一直找到天亮。他消失了？不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娘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他若是不想连累我们，想不开去了村后的水塘那儿。小易，相公，娘，娘，哎，小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和小易找了你整整一夜。娘看起来有些不一样。你们先坐，听我慢慢跟你们说。昨天晚上我去了半山的七福石那里，许愿能多给我点时日。没想到，我真的好了。你们看，小华，太好了，娘。哎，小一，使不得，你现在还不能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娘现在靠着仙气续命，沾了人气儿就不灵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们暂时都不能碰我，沾了人气我就会再度发病，而我必须每天晚上斋戒诵经，虔诚回向祈福时。那天以后，不管我是受伤、头破血流，还是生病昏迷不醒，我娘再也没有碰过我。以前她夜夜都会摸着我的头，哄我入睡。那天回来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为什么？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哼！后来我才意识到，那天回来的根本就不是我娘。不是，
我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我娘那晚在破庙发生了什么，而假装我娘回来的又是个什么东西。都说奇缘是满月之日夜半最灵，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来试一试。上天垂怜，我一生亲善，从未做过坏事，如今却重病不治，只怪自己命薄，我不怕死，只是孩儿幼小，没了娘，着实可怜。若天地有灵，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能多些时陪伴小儿，看他长大成年。当真？若实现你的愿望，你付出什么做代价？上仙显灵，上仙要什么，只要我有，定全部侍奉给上仙。你就这一个愿望？再无所求。有意思，是人找我，要么图名，要么图利，要么图色，听得我都已经有些烦了。你不求前途，不谈富贵，不请姻缘，只求一个陪伴。是，少仙明察，父王只求一个陪伴。好，我许你一个陪伴，但同时你也得与我一样东西。请少仙明示，父王一定倾尽全力。这个东西不是金银，不是珠宝，你肯定有。清楚了，是否愿意？我清楚了，我愿意。好，那契约达成。我再强调一下规矩，如果你说出契约，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或者你破坏了定下的承诺，你方才看到反噬了吗？那就会变成现实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昨夜又梦到上仙，多谢提点，约定不敢忘。娘，你说家的混小子打我，你看怎么伤成这样，他们为什么打你啊？干什么？娘，你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又突然一夜之间好起来了，他说娘不是人是妖怪，所以我才动了手。娘，小姨，小姨乖，娘去找西部，你按照娘的方法自己包扎啊。西部在这儿了。上次爹失足掉进猎户的陷阱里，丢了半条命，要是你那天能搭把手，我也不至于拉不住的。你不关心爹，也不关心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是我妈？这是我儿子今天发狠时跟我说的话。孩子的话不必当真，小孩子都是耗子，再大的事儿撂爪就忘。对，可是我给他报了最好的培训班，冰球、击剑、编程，我每天送他上课，结果呢，他却越来越暴躁、多动、健忘。我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他是注意缺陷障碍，跟家长教育方式不当有关。反倒变成是我的错了。你不要这样嘛，玩是孩子们的天性。对，不如你就给他一点空间嘛。对，我给他空间，以后社会会给他空间吗？宝江，一提到孩子我就对不起。
不是，你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情绪确实有点激动了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你不要太常生气，那个生气容易变老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你们先喝，我适配一下啊。哟，变回来了，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不过有些细节我推不通。如果回来的那个女人是妖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她不伤人？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用她儿子的话说，她不让家人碰，但对别人，尤其是对小孩的时候，倒是殷勤，又背又抱的。难道是靠吸别人阳气活着？为什么她不会老？还有，为什么她要寻死？为什么她身上并没有妖气？你为什么那么精神？为什么你不会困？堂弟，我困了，去睡凳子。有让爹睡凳子的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应该给你多吃几颗那个还童药，这样你就多当几天我儿子。小心我把你七寸打断。你以为我是蛇啊？有混元丹了不起啊？你以为我怕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品种。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算得想个别的办法会会她。小泥鳅，有就放。有，变回小孩子。明天我去会会那个女人。你怎么了呀？怎么哭了？我跟我爹出来走亲戚，我去方便，回来就找不到他了，我好害怕。难怪我看你这小毛头面生。你要是不怕我的话，就去屋里坐着，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，好吗？好。来，家里啊，许久没来过客人，所以也没有准备点心。这样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开着门，你不用怕。我去后面园子里给你摘点果子吃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万一路上看到找孩子的生人，好确定是不是你爹呀？我叫少宇，我该叫你什么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叫我一声姑姑吧。谢谢姑姑。他碰到你时有什么异常吗？他没有吸我阳气，也没有和我心魄，很正常。你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牙齿。这是你们人类的毛发。回来啦！果子来了，吃点果子。姑姑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尝尝。对不起啊。在路上我没有碰到寻人的生人，姑姑能收留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对了，姑姑，你有孩子吗？有。那怎么不见他呀？他成家了。成家？当和尚去了？傻孩子，那是出家，成家呢就是娶妻生子的意思。姑姑那么年轻，有这么大的孩子了，那你一定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吧？我常常见他，只是……别碰他，离我儿子远点。他有自己的生活。
我不便打扰。哎，这孩子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快吃。哦。哎，别碰匣子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姑姑的宝贝。你知道什么是宝贝吗？就是不能轻易让别人碰，怕被弄坏的那种东西。知道，我有一次把我爹存了几十年的酒给洒了，他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对了，姑姑，这个里面也是酒吗？嗯，是我的命。我跟我爹出来走亲戚，我去方便，我出来我就找不到他了。我找不到他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啊？懒得理你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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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逗你不逗你。说正事儿。说正事是吧？那个匣子里的东西你怎么看？起初刚看见，我觉得他是个吃人的老妖婆，吃完留个纪念。但看那里面东西，没有杀气或怨气，应该不是。肯定不是。小雨，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个玩具。哇，好棒，好香啊！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看不出来吗？那些东西不过就是他孩子的乳牙、胎毛、玩具，是他的宝贝，他不是什么妖怪。不过是个母亲，更何况你不过是只妖，怎么会懂人的感情？你下结论就下结论，你招上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懂人的感情，我只是不懂你的感情。你心里哪儿哪儿都是禁区，只要一不小心就犯了你的忌。你动不动就给人，不是给妖上纲上线，凭什么呀？你只不过是个人，你怎么会懂妖的感情？我告诉你，福音，这方圆五百里，不，这方圆一千里，能主动愿意跟你讲话，除了我，你找不出第二。但是现在，小爷我不伺候了。你那颗能渡天劫的炼丹，小爷我不要了。白旗大人，难得您独自出现，那个人呢？不要跟我提他。哦，对，我们大人呢，可是上古真龙，不提那些凡夫俗子。你再说一次啊！我，你个死鱼头，在说什么鬼话呢？我们白旗大人啊，可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你不高兴啊？哎呦，别！大人，您开心一点。我们对您的敬仰，那简直就是犹如滔滔江水，连麦乱说一句话，我让你们出不了这道门。大人，你是与那人待久了，嘴里的话都串味儿了。大人，这酒您慢慢喝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家媳妇还得白子儿呢。哦，对，我家那几个当儿子还在等我呢。往前走啊！敢管我的闲事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们这些妖，善良的面孔都是为了目的装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发自真心。小心我把你的七寸打断！你不过是只妖，怎么会懂人的感情？主要师大人，你怎么？大人
突然这样闯进来，是要做什么？姑姑，是你，你竟然！出此下策，是我不对，但是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想怎么帮我？你连杀了我都做不到，你还能帮我什么？我能帮你说出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大人，你是误会什么了吧？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你不是妖，你身上没有半点妖气，你也不害人。我要让你的儿子知道，你确确实实是他的母亲，你时时刻刻在惦记着他。大人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我确实不是人。你看我，不会老也不会死，他们怕我，讨厌我，远离我，都是我应得的。不，你不是妖，不过你可能跟什么精怪达成了什么羁绊之约，这个我得再查一查。你方才看见凡事了吧？那就会变成现实。大人，够了，我不该去妖怪酒馆寻你，我后悔了。你走吧，我突然想通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就不劳烦您费心了，你快走吧。喂，小孩，你爹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爷爷。爹爹，爷爷找你。什么？爷爷找你。你是？哎，你谁啊？盒子呢？自己看看。这些东西眼熟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娘变得真像，喜欢。娘，你真厉害。哦，爹爹，咦，爹爹，你什么时候又给我做了一个新蛐蛐啊？不是给你的，这个匣子里的东西，全都是我的。对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你娘把它当宝贝，仔仔细细地留着。我娘，你找到我真正的娘了，快告诉我，她在哪儿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她就是你娘。妖怪又来了。妖怪都这么多年了，又弄这一出，你到底要玩什么把戏？怎么，带帮手来了？小艺，你误会了，大人，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这就走。我不管你究竟是什么鬼，我只求你离我们家远一点。你还嫌害我们害得不够惨吗？啊，小七他娘就是受不了这些指指点点，小七刚满月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爹，爹到死，你连他的棺木都没有碰一下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心里装的是什么？是石头吗？你害得我在村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他们说我是妖怪养大的，他们说我也是妖怪。你为什么还不去死？你为什么还不去死？小丽。
殿下，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吗？真相，真相有时候就是最苍白无力的东西，说了又能如何？又能改变什么？大人，你帮不了我，但至少可以选择不来伤害我。都是娘的错，如果时光能倒回那天，娘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回来。难道我错了？什么错？白旗大人，这是有心事儿啊，怎么喝起忘忧草酒了？没什么心事，来一口。行，大人心意领了。我这把年纪什么都记不得了，既无欢可喜，亦无忧可忘。好一句无忧可忘，竟无忧可忘。我真不骗你，白旗大人摆烂了。再怎么说，小心大人把你骗成刺身下酒。骗你，我改行当狗，他那状态丧的呀！当时店里大伙儿可都看见了。小泥鳅，不用你的窝镜过来，让我足足走了八个时辰。小泥鳅，我搞砸了，浮华的事情我搞砸了。我以为只要告诉人们真相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但是有些真相很残酷，一个不愿意说，一个不愿意信，到最后两败俱伤。你说的对，别说妖的感情，我连人的感情我都不懂。小泥鳅，你比我更懂人的感情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你不会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别的妖我不敢说，但是你肯定不会，不然你也不会在那关键的时刻赌上自己的性命为那只小狐狸出头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我不戴高帽。用你的话讲，我只不过是只妖，妖哪分什么善恶，只问利益。所以福宇大人，敢问我帮你能有什么好处？捉够一万只恶妖，我的混元炼丹就给你。可我没那么想要了。可我说话算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装了。哎，臭豆腐，这画风不对啊。富华跟他儿子到底怎么了，把你刺激成这样？如果时光能倒回到那天，娘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回来。这就是全部经过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他混得连个妖都不如。可我似乎可以理解他啊。我是被妖养大的啊，我是被一只蝴蝶妖养大的。什么？我是被一只蝴蝶妖养大的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做一些很漂亮的玩具，也会保留我的乳牙和胎发。村里人都说我是被一个妖怪养大的小妖怪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我18岁生辰那天，他说他要带我学御剑飞行，我恐高，不过因为他我愿意学。后来飞行到半空的时候，谁知道他控制了我的符箭，
逼我把我的炼丹给他。我熬了18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你那可以渡天劫的混元炼丹，今天就要养成了。你若不想死，就赶紧给我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娘，别害我娘，赶紧把炼丹给我，给我。他只知道我18岁那天混元炼丹炼成，他却不知道我的混元炼丹除了我愿意给，谁也拿不走，即便我死，他也只会和我一同消解。后来他失望了，就把我丢下深渊。我甚至在落下深渊的过程中，我还听见他在空中叫骂：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或许是我运气好吧，我落在深渊下一片厚密的芦苇丛中毫发无伤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发誓，我要除尽天下邪祟，还世间一个太平。说来讽刺，我这身除妖的本事是跟药学的。那他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你可能不信，我看见傅华跟他儿子，我现在还有点羡慕。我信，哪怕是两个人互相伤害，至少他们还能见到对方。哎，臭豆腐，你今天有些不一样，我总感觉你今天要把这辈子的话跟我说完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你不是说方圆千里之内只有你愿意和我说话吗？我信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卷入傅华这件事之后，你便少了几分冷静。你在这对母子身上带入了你自己，所以你才有那么重的挫败感。其实跳脱出来看，问题就很简单了。叫你瞧，我发现你确实比我像个人。哎呀，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。好，回到问题本身。再说回傅华这件事儿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上仙的约定，从不敢逾矩，请上仙明鉴。你又是怎么来了？最近杂事缠身，还请上仙见谅。你身上很臭，为什么你身上有股臭道士的味道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别怕，别怕。你可不是在做梦。你是谁？我许你一个陪伴，就是想让你有生有世陪着我。还好什么？就快捋清楚了，傅华不是妖，但问题出在他失踪那晚，他经历了什么？他签订了某种契约，代价是从此不可以碰触自己的亲人，相应得到的就是从此不病不伤，不老不死。我不懂，他为什么宁可要这样活着，也要去追求永生不死？永生不死有这么好吗？人最看不透的就是生老病死。你换个思路，假设不是他自己不想死，而是那个东西不想让他死呢。走了，去会会那个鬼东西。哼，还是这个东西好使啊，我可不想再走8个时辰回去。装可怜吧，你就，你明明可以用御剑飞行。我恐高啊，飞着不踏实。
哎，问你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。问。你还恨他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可以回到18岁那天，我会把炼丹给他。走了。喜欢吗？真香。喜欢。娘，你真厉害。那娘教你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等我学会了我也给娘编蛐蛐。小艺真乖。小艺。小七他不见了。小七不见了。小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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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想让你有生有世陪着我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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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小七，小七，你怎么来这儿了呀？跟我去找你爹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不该待，可是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百年了。爹娘说在这里等着他们，我一直在等，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好害怕，孤独啊，好想有人陪。爹娘回来前，你要陪我。这声音好像是傅华的儿子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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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到小七没有？你说他呀？我们今早去半山腰那个破屋子里玩了。胡闹！玩什么不好？那有什么好玩的？走，回家去。那地方恐有古怪，我看我们得先行一步。哎，很近，不必用蜗镜，我带你。啊？圣心，我求的是能陪伴我儿子长大成人，而不是我女儿。可他终有一日会老死的，只有我们俩才是永生。你注定要永生永世的陪着我，知道为什么选你吗？来找我的人，只有你身上的气息。跟我娘最像。圣贤，我就待在这儿陪你等你爹娘好吗？那你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回家？你说他啊，几个小鬼天都不亮跑来这里玩斗士捉妖的游戏，嚷嚷的心烦，就属这个小鬼最讨厌，居然把这破符纸往我身上贴。圣贤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？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他？哦，原来他和你有血缘线。他是你的孙子，哈哈，有意思。你让我放了他，我偏不。是你说的小孩子不懂事，可我也是小孩子，凭什么我就得这么懂事，这么听话呀？我的
快忘了，能动是这个感觉了。娘说听爹的话，爹说在这里不要动，等他回来。我真的很听话，一动不动在这儿等。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回来？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听话，这么懂事？少卿，少卿，你要去哪儿？什么？想拦我？忘了约定了？你碰到的血亲都是会变成石像的。少卿，我求求你，要不这样，你用我的身体好不好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随便用，行吗？不行，我是小孩子，只能上小孩子的身。怎么出去？你居然带着帮手！大人，这个味道错不了，看来又是你这个臭道士在捣鬼。周老师大人，留神别伤了小七。阴念成痴，阴痴成魔。你被困在这里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怨念不化，变成地府灵。什么地府灵？你胡说！挂碍太深，深到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，所以灵体一直待在这里，遵循着自己生前的承诺，最终成了地府灵，哪里也去不得。哎，你以为你借了小七的身就可以离开这里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真的能带你离开这儿的只有带你来这儿的人。天都黑了，都说野猪林里真有野猪，咱们不应该走这样的小路的。别说这么多了，他已经烧昏头了，不走小路都能赶到镇上，我怕他。大爹，走，快！娘，小宝。乖乖跟着爹，娘去给你采果子吃，别睡过去啊！他娘，他娘！小宝，你在这好好待着，千万别动，饿了吃饼，渴了喝水啊！乖，乖啊！爹去去就回来，你在这等着。乖啊！我找到你爹你娘了。他们在哪儿？小七，小七，乖儿子，没事吧？啊，让爹看看，没事就好。你为什么只关心他？为什么我爹不来找我？小七，小七。为什么你们心里只有他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变成石像，陪着我好了。周老师大人，我求求你救救小七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要你跟着地府灵一起消失，便能解。我30年前就该死了，
如今只求大人成全。只是这地府林着实可怜，大人若是有更好的法子，就给他留个念想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。但是，我只杀妖，不伤人。让开！别伤了你了。生娘已经想了很久，但我不甘心，我只有逼着自己不信不认，才能撑着自己好过这辈子。陪伴这个字太重了，你用这种方式给我的陪伴承受不起。儿子承受不起啊，娘。小姨，都是娘的错，这样的陪伴真的是毫无意义。小姨，如果有来生，娘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起开！好了，这事由你而起，也该由你来了结。你看前面那棵树，仔细看。你变成了地缚灵，所以你被困在这里。但你不知道，他们并没有走远。你爹娘的残骨被土地吸收，土地又长出树苗，树苗长成了大树。夏天落花，秋天落叶，百年不断。其实他们的陪伴一直都在。去吧。谢谢。小七，我怎么在这里啊？就知道贪玩，看爹回去怎么收拾你。小易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奶奶。奶奶，哎，去吧。
奶奶。娘。奶奶。你刚刚说的那番话简直煽情的不像话。我只是阐述事实而已。你变了，要是以前的你，只要是妖，不由分说哐哐砍瓜切菜。少废话，我渴了。陪伴这个词分量好重啊。怎么后悔了？嗯，说好捉一半只恶妖为戒，你用妖不醉换我炼丹，还打赌吗？亏本买卖姑且成交。小易，妈妈马上就回来，妈妈也想你了。谢谢你，喝了这个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也谢谢你，跟你聊天很开心。再来哦。怎么用？我真的觉得你的酒啊有古怪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上次你说那杯酒不好喝，这杯怎么样？这杯我觉得有眼泪的味道，咸。有缘人，欢迎光临妖怪酒馆。从前是剑锋，多少前尘寂寞，等候今夕摘风，这一次歌响起了初衷，为何真实又是迷，回忆更像梦，成一诺笔尖踏过窟窿，曾有你共看万脉始终。